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le Henry 陈国柱。如果要我比喻自己是一片物件的话，我一直纸飞机，四下就可以简单地接到一只的了。但因为我贪快，所以会接得比较不好。如果要上架飞机飞得更远的话，我就需要用回那张纸去那些纸品那里改一改，才可以令到我飞机飞得远一点。就好像我做人的时候一样，因为有时贪快养成了很多坏习惯，就需要慢慢花时间去矫正自己，才可以做得更好。请大家支持。